最末就是你没事啊？比赛完了你都还去啊？你在学校被抄两次名了，你还不快点？睡醒了你啊，窝头！是帅还是不帅？帅啊！哎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们啊。等下你们不是有运动会吗？对吧？爸爸妈妈去学校啦，你们是会不好意思啊，还是会很喜欢我们去学校？会看到我们会不好意思吗？很喜欢你们去学校。但是这么每次我觉得我们去学校看到你们 hello， 你们都会很像很不好意思这样，跟私底下不一样啊。做什么嘞？为什么嘞？跟在家里不一样啊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太害羞了。因为什么？是真的害羞啊？爸爸没去学校跟你们打招呼会害羞啊？不会，我是会干嘛？嗨，也是杨启轩，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。OK， 这样我们去运动会看一下跟你们打招呼是什么一回事。小朋友们，如果你们的父母去到你们的学校跟你们打招呼跟你们玩，你们会害羞吗？如果你们害羞或不害羞，去我们的 IG 留言啊。看很多父母啊，在学校跟自己孩子 hello， 他们的孩子都很像很害羞这样子，很不好意思，是吧？然后你会不好意思吗？会啊。我不会，我会这么。你讲啦。OK， 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。Let's go。德德听，是不是每次是你最慢？现在爸爸训练到你们自己骑车了是吧？每次一听到，第一是小便就知道他的小便，然后第二是他突然间拿个牙刷拿来洗，然后你就骑车啦。然后爸爸在洗，我就知道要骑车了，回去。然后你就叫妹妹啊。这个今天是做拉拉队。选拔赛的时候还没有去到，所以他没有被选中，只可以坐在旁观众席罢了。给我们帮妹妹加油 ，OK？ 对呀、啊，你不是有吗？自己不知道啊？应该有吧？也是来做啦啦队。我看到那个戴黑色口罩的，来你看那个喵喵口罩，我发现了杨启轩，他被赶出来了，他被淘汰去了，还没有比赛就被淘汰了，他不好意思跟我哈喽，爸爸没去学校跟你们打招呼会害羞吗？不会，我是会干嘛？Monkey 没有人玩，只可以傻傻的发呆在那里。他讲我们两个好傻，可以一直对着他。他有朋友在的时候，他就不好意思。大家有看到杨去吗？戴着喵喵口罩了，他没有发现到我们。兔爸爸靠你喊了，杨宇倩，杨宇倩倩，他没有听到。你大力摇头，看他看到吗？到好了，到好了。芊芊，哇，稳哦！他走到很像某人这样，哇，稳哦！哇，蓝队落后很多。到芊芊了。哇，很快哦，芊芊，他会拖出去哦。
会真的拖出去。人家还会交给人家，你这还一个，跟蓝黄青对比较，哦，有机会有机会，哦，哦，现在最后了，哇，这个很快，这个很快，哦，青对赢了，讲下感言。好玩吗？运动会？好玩就是好玩，就是好玩。很热。嗯。有没有拍到我一个动作？有啊。拍投篮。有啊。你我看还拍到你拖那个球拖出去了，天、啊！你的球跑太快了，然后这个球滚出去了。是啊。你们的队呢？最后面呢？看到爸爸妈妈来看你开心吗？开心啊！如果我们没有来看你呢？不开心啊！你看，有同学受伤啊，姐姐扭到脚。天，怎么我远远走路看到你这样啊？把你做哈动作。知道你每次这样走路啊？啊？小本棍。你在一个人自己挑餐吃，自己一个人吃东西。哇，谁叫你吃这个啊？有吃哦，我这久没有吃呢。一个人在那打，我的哎，想吃吃起来。行，你们俩一整天。你有看到妹妹吗？没有。妹妹很远啊，你看不到，她在篮球场了没？你想运动啊？啊？但是又没有哈，明年咯，这好好来啦。周末妹妹又是一个人，你又是一个人的在学校，啊？那我主要就是当面包在那边。啊？鸡蛋面包在那边。鸡蛋面包？啊，他吃的话在那边咯。哦，他在那边吃啥？姐姐哈，吃饱了，亮亮，你的水壶。喝水啊！